各位要前往去参加韩国大邱在8月21号开始举办的四大运动会，喜欢有这个机会代表行政院来授旗颁发加菜金，同时为大家来加油打气，感到非常高兴。尤其看到各位精神抖擞啊，这个大家的身材都非常的好，看得出大家都是运动健将，非常杰出的。而且我们的团长刚才讲的铿锵有力，这个非常有信心。看到这样，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我在这边要代表政府来预祝大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大家都了解四大运，它在国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赛，它也是大型的综合性的比赛项目之一。而且在我们国家遭受到各方面的困难，如果我们多多参与这方面的比赛，一方面在国际的能见度上能够更有机会曝光，同时它也是让我们选手到国外去交朋友。而四大运也是优秀运动员的一个淬炼的机会，是优秀运动家的摇篮之一。我们也希望借这样来推动我们的体育外交，也为国家争取更大的外交空间。所以有机会来参加四大运，这个是对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也可以让我们国家在运动场上，在外交战场上有一个更好的成绩。我在这边要对各位勇于接受挑战来参加这一次的运动会特别表达敬佩之意。对我们都有好的成绩，上一届我们达到上就是特别好的一届，这次我们当然希望有状态，可以说是各位要参加比赛目前整个身体状态是最重视自己的健康跟平安。我们希望当各位回来的时候对大家赞誉有加，不过也不还不够，还不够，还不够，后面再跳两个，